帮结孤单，谁才能成功？现在怎么了？紧张？有没有期待说谁会来？你要年终了吗？有钱没钱都有老婆。健哥有人吗？有人来。不放弃，开门。那门一打开，五六个人在打架，对不对？今天跟三个男生相处是还蛮开心的，然后其中一个是 Adi， 他的个性非常的好玩风趣，然后又会做菜，是还蛮像是我喜欢的那种男生的个性。反正是这个 Adi， 但是相处完就觉得。他真的喜欢我吗？就会有个问号，就是觉得可能要再三确认。那另外一个男生就是阿昌，我觉得他有点过于害羞，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聊到什么话，都是我一直要丢问题给他。那他有坦诚他从来没交过女朋友，所以可能不懂怎么样跟女生相处。那最后一位小雨，我就觉得他就是外表就还蛮出色的，然后各方面还不错，但是就是觉得帅哥通常都会比较花，而且感觉他就有点像是情场高手，因为他就很会约我去散散步啊，然后丢一些问题给我。其实我会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警觉，就是觉得会不会是太会谈恋爱的情场高手，就会有点害怕。对，所以。还是需要再多观察他们三个人。那我就先这样喽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。Good night， 要睡。那里面还有住人吗？哎呦哎，还有另外一个四号没人。怎么样？但子晴，我不需要跟你说，就是要感谢我们，真的要大大感谢你们今天快乐是我的才，我们为了今天不择手段的找人。他们就不会来，害怕人，但我们知道会艺人就是会觉得说，他好害怕，对啊，那表现就是时长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只说，今天就是来唱歌，哦，如果你有喜欢，你要给我们 X， 什么 X 啊？你喜欢哪一个？就是我帮你倒饮料，好 ，OK 吗？就是他很想委托我帮你倒。你好，我朋友，我朋友，是你的朋友，对，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我叫国谦。国谦，舞动梅花座坐好了。我朋友，出来。我朋友很厉害，他在健身房。看不出来。当然啦。健身房有一些文书出品。真的假的？你看。我刚在印刷厂上班。卖鸡肉吗？杨晨曦，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当姐姐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非常可爱了。曾子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蛮可爱的。你们要长很像哎。我就喜欢大眼睛、长头发的女生。那你愿意就是镜头录影，然后来跟曾子晴告白吗？再跟你联络好了。我们家鸭好像有斩获，对，我刚以为是前男友，真的有像。我那天到，就是看到他进来，我真的以为是前男友。想说怎么他还会来呢？总是双胞胎弟弟。不能这样子。莫文蔚有一首歌，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影子，他的你，淡淡的他的心，他的牛的背影。你的年轻，成熟的不够高。
蔡昌康哭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的眼中竟然有留着他的背影，残留。掉掉，你不脱掉这件外套，你如何穿上另一件？那我去洗眼睛。就都不需要。当然了，请到上面来。哎呦，刺激的爱的圆台。Oh my god！ 心里面肯定有期待，对不对？拉布拉布，总共有三个嘛。对对对对。三个有机会，有没有期待说谁会来？总干事，主干事，主干事，就是那个第一位啊。这个，对啊，这个比较聊得来的。这个比较聊得来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忘了呢。忘，没关系，就第一号先生。对对对，好 ，Number One， 就在这个门。紧张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到底点心门后面会不会出来阿曼达的点心呢？请开门！See you later。不是 ，no， 大家别误会，因为阿米老师不见得，搞不好是一个爱情书，情书啊，是一个说明，或者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当朋友，有或什么，但是我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没有拆开之前，男生会聊天，有可能男生比较低调，他不想要露，对，有怕上节目有。第五十届金马奖。哪一个男生写的？我帮你念。好，接受他吧。Dear Amanda。哦。哇！哎，很嗨。我太害羞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前来录影。我真的对你很有感觉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。陈鸿宇。就是一号男，一号男，一号男，对，就是一号男。隔空放电，有感觉，隔空放电，来跟鸿宇讲一些话，开始。鸿宇，就是我收到了你的心意，然后我很感动。不要这样子，阿淼哭了，阿淼三岁哭了啦。然后未来有什么打算想法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开始啊。然后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。哦，你们已经见过两次面，对 ，OK 的，有一就二。有二就三，无三他就不成理，对不对？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就爬上头。我们举例啦，我们举上面。黄衣女，哇，哦，那个谁真的不错，真的好，真的好漂亮，真的太动心，身材很好。因为其实你看，你要年终了嘛，有钱没钱讨个老婆好多，这些他感觉就是蛮会生的，是吗？而且我试探看看，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听出什么端倪吗？有人来吗？有人来吗？宪哥有人吗？有人来。Oh my goodness！ 一起来欢迎赛车女郎出手！啊！杀姐！你敢偷我电话吗？有麦克风了，有麦克风，杀姐。
就伊我夹到唔止卡，用要等伊。我甲介绍二十几个仔，我见你见无真敢。有迄个啦 ，L A 啦吼，有迄护士的啦吼 ，L A， 啊，佮有迄老师的啦。啊，你也讲嫌人大块啦，啊，你也唔听讲人迄规身躯白白吼，无一寡光白啦。啊，你若我是讲你写作即型的，啊，你够会啊，啊，你够紧，啊，紧啦紧，又加紧就袂灵紧。哎，连袂灵紧的嘛无，剩一个。灵紧啊，无吧，无吧。伊讲是要经济的啊，系啊。啊，对你无兴趣啦，哎呦。啊，我唔是有讲过，迄个若无来，你哦卖了。国贤，国贤，国贤，这我真要讲一句话，人生哪有那种缘分，两个人可以站在同一个圆台上？对呀，这是缘分。而且，国贤，这是真爱。都没有人要来。你妈妈烦恼，伊该烦恼要死咧，讲今日做老板卡了。我较早做媒人，安尼逐队拢成家，独独做你啦。红包一辈不会少你的啦，国贤，你青菜包嘛能吧？对吗？你怎么可能不玩一包？我坐公车登机啊！既然是这样，干脆你们两个就现场结婚呐！穿一个活动一点所在，蒙蒙遮啦，蒙遮啦哈。来来，沙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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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你个人穿啦，沙姐的啦。容易，我今年的愿望就是讲哦，容易啊，哦，卖个抗议，容易，早生贵子，一两一两。你行路拢安尼嘞吼，沙姐太有气质了。大凯，赶紧来，过来，来来，行，等等，刚。看完马国贤那一段，觉得心中有害怕，有，好险没有找没人，对啊，心中有遗憾。对，当丘比特的箭射中你的时候，是，他同时也有射穿另外一位女孩的心，对，他很可爱，所以很难讲，他个性很好。然后我根本在那影片里面感受到你已经 fall in love， 真的，那一天你是不是有感觉？那一天的约会让我回到高中时期。好浪漫，因为那天制作单位他们找了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场合，他配合度很高。对，哦，那个是交友软体里面找的，找对对，怎么可能交那么好的？大凯，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吗？这些制作费不会啦，他是真的啦，他是真的啦。大凯的这位真命天女已经在后面了吗？请开门。手不要过来，很可爱。前面那影片都我们是租来的，好吧？来来，思雨来，现在还是真的。聊一下你心中的大凯，那一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因为大凯对我很好。很 gentle， 很 gentle。对对对，他想请我吃爆米花。啊，大凯紧张了，大凯。大凯没有看过你这样，好有好有爱的爱的大告白。哎，你想想看，这旁边要站的是沙姐，这个很沙姐啊！来来，有什么话想要对她告白的？很开心能够在交友软体芸芸众生碰到你，也很希望未来能够跟你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然后觉得你是一个个性很善良的女生，希望你可以接受我，好吗？OK， 洪思雨小姐，提出你心中的决定。What's your choice？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不要花
是好人，然后呢？但是，但是我们可以再发展看看。这什么意思？所以言下之意还没有在把话说死哎。嗯嗯。对。OK， 所以我们还可以没把话说死是一个台阶，也是一种台阶。你要嘛就是清清楚楚，对，对不对？不要就不要，对，要就要，不用再拖拖拉拉，因为这样子只会增加日后更多的痛苦。对啊，这走直，干脆给我一个痛快吧，一次痛快，一次。我们私底下再讲好吗？好可怕。私底下，私底下，先给他一点空间啦。好。是吗？好，那你是现在愿意坐在他的身后，还是想要说，我先分开，我回去冷静想想。我先当你身后的那个人好不好？哦，有内后的你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。OK OK， 好，那你可以，两位请宝座，回宝座聊一聊啊，多聊聊，多聊聊。陈玉桥。哎，讲到别人都很那个，讲到自己突然间有脚软。紧张面对三个人当中，你心里面是 Andy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其实三个都没有很对频率哦。因为 Andy 不错，但是我觉得，应该不会喜欢我。就是不同不喜欢。你哎呀，你们对自己没信心，不是？就是连那种猪头都有人愿意坐在他后面。就是跟他。聊天，没有，就跟他聊天，感觉是姐妹挂的啊，那就误会了，那恐怕是没办法。好闺蜜啊，三个讲嘛，一个哭，三个肯定一定会来个一两个，搞不好说不定。你两个、三个，你如果来三个都来，你都还能挑。一起来看看，到底是一位哪一位小鲜肉来到我们现场？点心门开。没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也没有一封信吗？也没有电话，怎么可能？也没有手机，没有信。因为其实我们那一天就是没有聊很多，所以没关系。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也频率没有关系。对，女神超级正妹，然后写真集女星四刷，到最后竟然落得。宪哥，不然帮他想个方法好了。反正现场也有那个媒人婆啊，如果没有宪哥，刚那个门要打开的时候，要不是我拦住我，我看阿咪要冲过去。那后面没有，有没有在现场说你会觉得会喜欢的？有吗？好，谢谢。没有一个。下一位。国贤又打一枪，来来，丫头丫头，哎呦，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。紧张哎，连他都没有。最后一棒，但是那个男生有说他，对啊，哎呀，那会不会我三个有点情投意合的？对呀，机会哦，搞不好那门一打开，五六个人要打架。对，来一起来看看丫头这位到底是否来到我们现场，开，紧张。巧了，一切都 OK， 缘分嘛。但是你是破病哦，真的真是很毛衣加外套，外面还是很大。两个人 say hi 啊 ，say hi 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哇，好真实的节目啊，真实的节目啊，我在旁边一直头皮发麻哎，哦，好热哦，好热。我们在你们几个人约会之后。有事后我们有问过他们，你是说你喜欢，觉得詹子晴是很不错，好吧？对。那今天既然这样，咱们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告白，好不好？开始。就是蛮有好感的，但是就唱过那一次歌而已，对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动作，就是很可爱，然后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哇。哎，丫头，请回应他的告白。我希望之后可以每天都跟你聊天。哎，不是做效果的，每天完整的完整的。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
个严密的追踪，追踪跟关怀。但是刚刚因为我们必须把丑话讲在前面，他刚刚确实我们有做了不礼貌的一个访问，因为就是丫头说选了你，因为你跟他前男友实在是蛮像，有一点。对，你会介意这样的一个状态吗？会介意他叫错名字吗？在爱的世界里是容不下一颗针和一沙，丢砖块进去还得了？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不会叫错。表，丫头叫宝贝就好了。对对对 ，baby， 你有经验吗 ？baby， 好。那么既然这样，两位感觉是可以当朋友，可以好吧？聊一下，来，可以带回去。哎哎，来，这边请。真的节目哦，加油加油，我会听这句话，加油啊！再次恭喜他们啦。